就是加利物楼、啊、可以为什么留意呢？第一见到他呢就这个呢，一个底两个底小箱底，之前营造小箱底啊，咁啊支持咧就喺呢度15蚊，咁啊两次咧就逼近15蚊咧都见到有支持就回升，咁今日咧就一棍咧就抽穿咗呢个箱底颈线啦，咁啊所以咧就技术走势上向好啦，而成交都有增加，虽然咧又唔算增加得好多啊，但起码都有增加吓，咁、啊、有增加之余咧见到几条平均线咧佢都穿咗啦，包括咧。就十天啊，二十天都穿咗啦，走勢上咧係轉強嘅嚇。與此同時咧，亦有大行咧就推薦佢，包括咧瑞銀啦，瑞銀咧就將佢評級咧係由持有咧就調升到買入。咁啊目標價仲睇21蚊添，咁21蚊今日16.幾嗰啲仲有幾蚊雞，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咁啊將待佢啦，因為今日咧真係升得唔少啊，升成7% 啊，咁可以等佢咧就破位之後出現回試後抽嘅時候。咁回收抽咩位咧？就係、是、箱底頸線啦，啊，箱底嘅頸線大概16蚊到啦，逼近16蚊嘅時候咧，可以咧搏一搏嘅，將個指示位咧就擺喺箱底嘅底部15蚊到啦，就搏佢咧就可以彈上去，挑戰下一級嘅技術走勢阻力。咁係講緊邊度咧？18.5啦，啊，甚至乎咧，你可以參考瑞銀嘅目標價都得，所以咧。就呢個咧就係加利物流咧，就係今日嘅潛力股啦，我俾大家參考一下啦。